再过几天就是七夕了。这天晚上，小光把写着心愿的纸条绑在阳台的竹叶上。我长大以后要当太空人。就在这时，天空突然出现了一道光，然后好像有什么东西咚唰的一声掉到小光脚边。咦，是谁乱丢垃圾？真没礼貌，这可是太空船视野。在皱皱银色的色纸里，竟然爬出一只穿着忍者衣服的小猪。在下是来自忍者星球忍猪星的猪猪丸，请多多指教视野。在下来到地球乃是有神圣的任务视野，就是要通过忍术的考验。而且听到你们地球人发自内心的说你真厉害，我才能回家视野。先挑一张双色色纸，然后压出这几条折线。首先，先沿着折线把右边四分之一的地方折起来，再把上面四分之一的地方也折下来，然后翻开重叠的地方，再向内压成四方形视野。下一步乃是把有颜色的三个角往外折，然后沿着虚线向后折，接着再按照三条虚线向下折，两边的角也要斜斜的折到后面，让熊猫的身体看起来胖胖的视野。当你翻到背面，再向左向右折一次，然后翻回正面，沿着虚线折出熊猫的脚丫子。你看，只要画上熊猫的眼睛、耳朵、鼻子和嘴巴，就完成了视野。